人生第一次吃到这个什么毛嘞，什么蛋豆粉的东西。这个辣辣很大个一下哦。Hello 大家，我是阿勇啦。现在呢，我又来到了这个云顶的附近啦。然后我是上网找啊，因为最近假期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懂要去哪里，就找一些好吃好玩的介绍给大家。然后我们就在云顶的附近，这边应该是江丹白啦。就听说有一个地方，它的东西还不错的。然后它有一道菜叫做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呐。是什么呢？走，先带你们去看。看到网上介绍跟拍照，那时候是2015年啦，现在有没有变呢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去试看看。我们现在这边是1月1号的差不多要1点啦，还以为会有很多人，其实还好，加上我们就是3座罢了。这边还有送我们南瓜吃，不懂是送的吗？等一下看一下单有没有算进去。一人一粒3粒。这边还有送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宝东干阿力，卖多少钱呢？我也不懂怎样分啊。这边有写100块，好像一盒都是100块的感觉。那个店家就推荐我们说，他有一个炒饭吧，然后只有不是时常都有的，今天有，所以他就推荐我们吃，然后叫乌里蛋兜饭，他想要用广东话讲啦，让他讲，一定广东话很好了。乌里蛋兜饭。你讲咩啊？我唔识听啊！我们让我们的比较专业的的 Derek 来讲一下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叫乌雷丹豆饭。重复读一次，乌雷丹豆饭。这一个呢？乌雷什么丹豆饭啊，太难念了。然后它里面有什么茄子，有番茄，有应该是灯笼椒，有肉，有那个什么金瓜，有肉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马铃薯，马铃薯，然后白菜这样子组合的一个杂饭丹豆饭。我还是到现在我还是很大的问号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试一下，吃过一些菜，做冷饭，闻起来就是你们有吃过那种罐头的排骨那种吗？味道它有一点像那个味道，然后就掺了很多东西，这样现在我们试一下，试起来好不好吃，我就随便拿一口啦。我不喜欢这边没有青椒。OK 啊，OK， 这很特别。我看我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这个什么毛嘞，什么蛋豆粉的东西。我们的主角来了，这个名字呢比较长一点，它叫做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上面就是海鲜，然后它熟了嘛，它的汁就会滴下去，这一锅下面就是汤，我们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汤是什么样子吧。它是菜汤，它会帮我们加 菜汤。哦，过后会加菜，要不吃。它有螃蟹，有辣辣，有虾，而且很大，全部。这个辣辣很大个一下哦。鲜甜，吃了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，
在这个什么丹都坊的两个加起来呢，其实这样子配还不错的。你们如果有机会来到的话，自己也是可以这样子来试一下。可是啊，这个什么丹都坊的呢，就不是每一次都有的，是刚好今天有，所以他说假期才有啦。然后还有拜六礼拜，所以平常天你们来是吃不到的，因为今天是星期一，哎、啊、不，今天是一月一号，所以是假期，所以就有。OK 吗？虾很大只，沙拉也很大只。满意吗 ？OK。这个很少入境的哎。不想跟你讲话呢。忙着吃。忙着吃。这边的海鲜真的很新鲜，一下，因为它只是拿来 steam 吧，所以如果不新鲜的话呢，就不好吃。这很新鲜，好吃。你看。吃到不会讲话，这个吃到玩电话了。过后呢，他就会拿下面那一锅汤拿去弄成不懂什么汤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海鲜了，下面那个已经拿走了，因为他已经有那个海鲜的精华滴在那个汤里面。OK， 他拿来了，最后就是变成一个蔬菜汤，加一点蘑菇。等一下我们试看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喝啦，因为那个海鲜的自己滴进去了。来啦，我们要喝一下他的汤啦。这两位呢，他们是觉得这个汤呢，还有这位最还有点暗。这两位他们觉得这个汤呢，是一个是觉得那个鲜味太过腥，他不能接受。这个呢，觉得OK， 好，那我们自己试一下。不懂怎样形容。我接受得到，它就是那个海鲜味哦，海鲜他们的那些字全部滴进去里面，加上他们的菜的味道，就这样哦。OK， 你们自己来试一下，然后你们。觉得这个汤你们觉得适不适合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在下面这个 comment 一下。哟，我们吃完了，结论就是我觉得还可以啦，不错啦。然后它的价钱就是我们刚才这样子吃呢，就是150块，那一锅肥水呢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，就已经 cost 我们110块。其实我是觉得还蛮 OK 啦，因为有螃蟹、有虾、有喇喇，还蛮多一下，还有一碗汤在里面，还可以。好啦，如果你也喜欢旅游的话，想找好吃好玩的，记得要 follow 我，我是阿勇啦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边了，就是紫藤，我们去另外一边看有没有好玩的。Go。